外面仿冒品这么多，到底要怎样才不会买到假的雷朋眼镜呢？首先认得一雷朋 logo， 二印刷字体，三雷射可以。太好了，那我再也不会买到仿的雷朋了。还是会的。嗯，那要怎样才能避免呢？只要购买台湾总代理公司货，就不会买到假货喽。但是现在购买通路这么多啊，像我这支国外代购，只要1000多元，那你觉得有可能是假的吗？有可能的，因为网络上买到的话，就有可能很容易买到仿冒品，而且1000块这个价位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？再加上我刚才拿去检测过后，发现这个没有办法抗 UV 呢，这个没有办法抗 UV 呢，抗 UV 呢，这个没有办法抗。那不是对我眼睛造成伤害了吗？对啊，你戴着我的眼镜，只伤害这眼睛啊！好，来，现在仿冒品这么多，到底要怎样才能买到真的雷朋眼镜呢？认明正身，首先认得一雷朋 logo， 二印刷字体，三雷射可以。太好了，我再也不怕买到仿的了。好，再来。为什么要笑场？喝停停。